三峡老街生活影像文物展在11月1号举办开幕茶会。为了感谢三峡区内机关、庙宇和收藏家提供许多珍贵怀旧照片，区长陈建明亲自颁发感谢状，希望结合在地资源，展现地方特色，让更多人看到三峡的美。透过这些照片的呈现，那让大家去了解，让大家去体会过去我们的文化，我们整个历史的发展，包括我们的产业这样子的一个从古到现在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呈现了未来我们这几年我们即将完成的，也许是中央，也许是市政府在我们三峡做的一些重大的建设。啊，我也把他高兴脱敏亚麻唱着日治时期三峡国民学校校歌，展现三峡历史的魅力。现场许多地方人士述说着老故事，将他们的经历大方分享，透过实地导览解说，一幅幅老旧照片排列眼前，仿佛重温当年光景。三峡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但好山好水，而且有非常丰厚的文化历史。许多学校或者社区在做一个演讲或报告的时候，我经常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说让我们现在生活在三峡的朋友们能够知道说三峡有多少精彩的第一，三峡第一，三峡有非常多精彩的东西。展览期间从即日起到11月30号，在三峡历史博物馆、三峡国小家东树廊、林务局围墙等地点可以看到这些老照片。特别的是，在指定照片或场景合影打卡，还能兑换纪念拼图。中嘉新闻罗志忠、陈佳云三峡报道。